Invitiamo tutti i tifosi a usare gli appositi cestini per la raccolta differenziata situati vicino all'ingresso. Grazie.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，非常开心的告知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！现场的观众情绪也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晴嘛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，相信在这样的双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 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对决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准确的找到了队友，略带责难的眼神，说明了一切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卡卡，现在他的前面一马平川，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！把起反击，从对手那里抢回了皮球。 快速向门前推进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古利特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很有威胁的传球，可惜没成功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 安德烈·皮尔洛，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保罗·马尔蒂尼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克鲁伊夫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，向前推进，可以射门，有机会打门，打进了。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不进啊就必须得回去写检讨了。不管防守差不差，射门还是很精准的，跑位和射门都是世界级。 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，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。古利特，波尔图瓦扑得漂亮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。古利特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。安德烈·皮尔洛站在了角旗杆处，这个机会很关键，第一个角球有可能定下本场比赛的基调。这下大脚解围了，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角球即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 好的，有足够抬脚射门，配合是打出来了，但是结局令人惋惜。德布劳内白白浪费了这次绝佳的机会，主教练好像在场边说着什么，从表情看来啊，不是什么好话。危机之中将球解围，巴黎圣日耳曼快速发起了反击，反击要来了，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。 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，守门员将球打出，凯尔埃尔南德斯，他的位置很好，将球传到边路。抛开结果不说，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，真让人幸灾乐祸啊，根本不可能啊！现在应该迅速游手转攻。 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卡卡，这个拼抢动作不干净啊，给了个任意球。
好身体将球抢了回来，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，响叮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 凯文德布劳内，身体优势，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。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找到了防线的破绽。漂亮，古利特，成功化解了一次危险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 埃尔南德斯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往前传，裁判刚才看得很清楚，给了一个角球，成功解围。泰奥埃尔南德斯。 泰奥埃尔南德斯传中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。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。伊杰卡尔德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程配合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 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，这是一记过顶球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，他夺回了球权。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这下化解了险情。古利特有机会打反击，传球，他准确的找到了队友。 他能完成，直接射门！有了！上半场伤停补时，行将结束，关键的一球。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，不进的概率只有。裁判看了一眼，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假如您是刚刚打开电视看到目前的比分，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沉闷的平局比赛。不过事实正好相反，刚刚结束的上半场比赛非常精彩，目前双方是各有一球入账，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 直塞球，射门！绝佳的进球，比赛很精彩，形势又一次反了过来。很漂亮的反越位，跑位很聪明，突破了对方的防守，把握住了机会，很精彩。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进球。他们反超比分的表现的确令人惊叹，但现在他们必须在防守端做出同样精彩的表现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。 马尔蒂尼几次精彩的护传，把球带到了前场。泰奥埃尔南德斯，他来到门前，机会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。关键扬犯规了。
球现在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，将球抢走了，漂亮。球打到中路，他抬脚射正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迈克尔·欧文，迈克尔·欧文，好机会，成功了，真是意想不到，场上的比分这么快就被扳平了，表现不错。反观对手，真是大意失荆州，不但没能趁胜追击，反倒是短时间内被对手扳平，这在球场上重演过太多次了。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个球就是例子，部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这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，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，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，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，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还是要归功于球员把握机会的能力，太厉害了。李秋来到他脚下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成功断下皮球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球被拦截，安德烈·皮尔洛，卡福，卡卡，能进球吗？他得分了，他们再次领先了。哎，这个进球算谁的呢？有一个很明显的变相，他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。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. Numero 10. Numero 7. Numero 2. 场面在做换人的最后确认，马上就会有人员的调整。Numero 19. AC 米兰取得领先优势。Lasciano il campo per. 内马尔打球被抢了。打空的好机会，内马尔。内马尔打席尔瓦，直接与对手过招。Il numero 32. Il numero 4.应该起脚了。好的，边裁准确地判罚了越位。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，这是毫无疑问，不然还能怎么办呢？进攻像潮水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，这一下比赛就好看了。内马尔，巴黎圣日耳曼希望通过短传配合穿透对方防线。混乱的场面得到了化解。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，守住刀般的传球。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。头球攻门，没进太可惜了。他一定非常懊悔，居然错失了这样一次可以奠定胜局的好机会。现在又要换上一名球员，哦，看来他们在丢球之后迅速做出了调整。应该说，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个选择是否正确。不过至少教练相信自己是对的，他的应对很迅速，确实，这种时候必须果断。AC 米兰努力争取再进一球，实在是勇气可嘉。不过要搞砸的话，教练可要发火了。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没必要太保守。这种情势下，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。好
克莱莱，球丢了，塔卡又接过大反击。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肯定让球迷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，不过他们仍然领先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塔卡关键阳被放倒了，犯规。Ci saranno 5 minuti di recupero. 第四官员举牌示意，55分钟，有机会塞过去，还是失败了。关键阳，恩东贝莱，迈克尔欧文，展示了华丽的技巧。莱昂内尔梅西，快速向门前推进。这个带球很漂亮，看看会做出如何的选择。斯内德，裁判结束了比赛，多么神奇的比赛，多么神奇的逆转，这才是逆境中应有的表现，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。塔卡荣膺为本场最佳，鉴于他今天的表现可谓是实至名归。神奇的翻盘啊，这是一场精彩的胜仗，你说是不是蔡指导？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有信念不服输的球队应该怎么做，他们通过坚持自己的